你知道你在苍河城生病的时候，我在想什么吗？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如果在我的照顾下，你还是死掉了的话，那按照新传律例，我应该杀被问斩。我就在想，是直接殉情呢，还是等候问斩？ 后来想着想着，我竟然一点都不怕死了。只要能在你身边，好像怎么样都可以。哎呀，你刚来新川的时候，可是一心想当寡妇的。如果我真的死了，你说不定就是……没梦。 胡说的，这种话以后不能再说了，不吉利。真有什么的？当寡妇，找死了。我记得。 你身上有许多怀的，这件也有吗？我不信，我要亲自查看一下。怕你从我眉目看穿幸福，语不惊，言不无，心生几分轻松。 倾诉眼眸中所述，此时一切烟花未覆，万年三未晤，往昔皆未数。你我心若相知，又何须再躲避处？万千思绪不知归途，情深。